102年万安36号防空演习，预计是在5月15号星期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来举办。为了全力执行全民防空以及动员的准备工作，新北市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也在30号的上午来召开协调会。新北市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为了让102年万安36号防空演习能够顺利完成，特别邀请各机关、学校、公司与义警、民防等单位召开万安36号防空演习协调会。万安36号演习哈，那启动之后，我们会有警察及民防的人力在执行这个管制措施。那请各位店家、民众哈、用路人。大家能够配合警方的一些交通管制或是疏导的措施。万安36号演习预计在5月15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举办，当天30分钟的演习，中和第一分局希望透过事前的沟通与协调，让演习能够更加完善，借以强化全民防空战备与灾害抢救的应变能力，并且培养民众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。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